爸，本来我是想着呀，努力赚点钱，等他过生日给他一惊喜。没想到到了还是走了。别往心里去，等咱有了钱，找什么媳妇找不着了。你会不会劝人啊？不会劝人，您甭上了啊。小子，我说这话不在理吗？在什么理啊？我没钱过吗？我。那倒也是。 不吃，你小子也没少吃。我一再的坚持，留在这个城市，即便成为你的影子。 背影越来越小，含着眼泪却带着微笑。时间重复着昨日的忧伤，让我不停地坚强，又不停地迷惘。站在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，我是否应该留下来，还是？ 我们一起回到那梦想的地方，就像过去的我们有无限的力量。春不黑夜飞到那灿烂的故乡，希望在明天前程在远方一起翱翔。我一再的隐藏记忆中的忧伤。 所有的悲哀，走开，我们一起回到那梦想的地方。 叔，我看现在村里的卷子搞得挺好的，回头咱们把湖边的卷子也好好弄一下，不能说村里的卷子质量搞上去了，结果把咱基地弄得撇撇的，是吧？大小，你就放心吧，叔保证给你收拾的利利索索的啊。嗯。婶儿，你吃菜啊？哦，还吃着呢。 婶儿，你要是想吃啥的话，你直接跟那个食堂说，其他的保证不了，但吃喝必须得搞好了。嗯，行，这吃就不差了，在家里吃的好。就是呀，好着呢。嗯，我就是这段时间太忙了，你们等我把这段时间忙完的，我给你们做，保证你们每个礼拜改善伙食一次。你说的啊，那赶紧好，我们等着啊。哎，大兄。 我先身呢，你不是让我多锻炼吗？我跑步呢。对，跑步呢。行，我马上到。
给你倒好茶了，喝一口。坐。你别对我这么温柔，不太适应。我想在山区做一个度假村。当然，能实现多少还要看跟当地政府的合作关系。但是我不在意，我在意的是盖一个林间小屋，这样不管是修身养性还是聊工作，总比在这商业大楼里面要强吧？你不是说一直想要一个独立的项目吗？这给你啊。我不去。为什么不去啊？这是我委派给你的任务。你没有听说过吗？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小屋，爱的小屋。你不要用爱的小屋绑架我。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我再也不想回去当什么山野村夫。你如果真的想住什么爱的小屋的话，你跟我回西北，住我爷爷挂窝棚，你想住多久住多久。那我自己干，你不干拉倒。到时候，山区的环境如果能彻底改变，我们的规划如果真的能够成功，我会把总部都搬过去。到时候你去不去？行，你要是做成的话，你说什么那就什么。不过我也提醒你一下啊，跟政府合作是要务实的。我倒想看看你们这帮玩虚成瘾、玩惯资本的精英们，怎么给人山区做可行性的规划。行，那我就让你看看我的能耐。到时候你就去养鸡、养鸭、养大鹅，种花、种果、种山茶。行，我到时候带上我爷，我俩人给你种。行了，我说完了，你走吧。来，去溜一下丢丢。干嘛呀？我工作呢，你别闹。待一会儿嘛，没待够呢。快去溜丢丢。走了，丢丢。裙子好看，妈妈，你可真会挑衣服。嗯，我女儿就是好看。二叔，二叔，哎，二婶，大旺哥，大旺来了。彤彤，嗯，明天要结婚了，是不是特别兴奋啊？你明天可不要忘了来喝我的喜酒啊！一定来，穿红色的好看。我们收拾东西走了。二叔。我来找你有点事儿，来坐。啥事儿啊？二叔，我在断头崖上看到有人放了供奉。断头崖好多年没有人供奉了，这怎么突然就……我怀疑是方家的人干的。这个老方他要干什么？这是？我就怕他们在背后会有什么小动作。不会吧，这老方如果真要有什么想法他会告诉我呀。二叔啊，您别忘了现在多了个方孟初。哎，不去管他，他父子俩不管想干什么，我都保证肯定走到前面去。有二叔您这句话就行。现在我给您看个高兴的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这是来花里胡哨的还挺好看的。你得仔细的看，好好的看，这个可是咱们绿野新村的未来。
你这是盗图，你得真干出来才行啊。对对对对对，但是也得有一个构想和蓝图啊。二叔啊，我跟您说啊，到那个时候肯定会涉及到很多土地流转方面的问题，您得帮我。这么多年我给村民做工作，从来就不是什么难题。真正难的，他得真有人往咱这投资才行啊。那可不一定。你说说。你来干啥？找我蹭饭啊？你蹭啥饭？你明天结婚，你不回去准备准备，你上我这干啥？我这不刚下矿，顺便的事儿吗？干啥？单身派对是吧？哎，长笑，你自己这收拾挺干净的呀，我家门口怎么不收拾啊？你们家那地段特殊，拢共就两户，我得单独设计一个方案。你等我设计好再去你那打扫。张某叔，哎，婶儿，你回心儿去吧。啊，没事没事。大笑，那个老钱家小泉啊，今天奇奇怪怪的，整个一下午都在这基地来回晃悠。我刚才看着他，这哭着跑到湖边去了。别有啥想不开的事儿，这我寻思着肯定有事儿吧。看看去吧，去了。哎，去看看去看看。喝酒，不醉不休，敢不敢？走啊，谁怕谁？丢丢，咱们今晚就近休息，明天一早进山，到时候你就做记号，咱们圈地。怎么了？你们小狗狗不都这么干吗？那你就跑圈儿，你跑多大咱圈多大。哎呀，说说你啊，也真是，这都是妇女干的活，非拉着我干。平常你们姐妹关系不是挺好的吗？怎么他们不来帮忙啊？是咱们自己儿子结婚，你说就这么点事儿麻烦人家干嘛？咱俩都干了就完了。行行行，差不多了吧。丢丢，我们好像迷路了，要不我下去找人问一下。好，谢谢谢谢。行了，差不多了。哎呀，哎呀，阿姨，啊，这是这儿的民风吗？不是，我。哎呀，你看你们那个，不是这样。姑娘，快下来，快，这对不起。湿了吧？哎呀，快进屋洗个澡，换个衣服。是，哎，放心，叔叔我给你洗车去啊。好，谢谢叔叔。哎，走。哎，我的狗。哦，你放心，我给你牵过去啊。对不起。快进来，快进来。是，快走。姑娘怎么样？好吃。好吃就多吃一点。嗯。我吃完就走。今天太晚了，就别走了。住这儿吧，明天再走。再说你的衣服，我刚给你洗了，还湿着呢。不好吧？啊，没关系。行，那我就不跟您客气了。就别客气了，你吃完饭啊，就上楼去住，楼上好几间房子。行，谢谢阿姨。嗯。小夏。嗯，我知道你心里难过。
但是呢，再好的兄弟，哎，再好的兄弟，怎么说呢？不用我说，还心里明白。明白个屁！都喝成这样了，明白啥才明白？总不明白。我什么都明白，我什么都记得。就那年吧，文通在那个房顶上面种了一颗草莓，虽然只结了一颗果，但是特别特别大。然后方梦初就说，等这个草莓熟了之后啊，他就和文童他们两个一起吃。我当时我就不高兴了，我当天下午我就溜进他们家院子里面，找到那颗草莓，我一口就把它给吃了。那也没熟啊，那啥味儿啊，能吃吗？那滋味儿啊。酸中带涩，涩中带酸，酸酸涩涩中还带着一点甜的滋味，是吧？没错，这就是爱的味道。我的还爱的味道？你那会儿几岁？我那时候五岁半。妈呀，五岁半你知道个屁！以前呢是英雄出少年，现在呢是早恋出孩童。结果呢，就被文通给发现了。他当时就气哭了，气羞羞地对我说：“你着什么急呀？啊，本来就有你一份的，本来就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吃的，可是要等它熟了呀。”本来就有我一份的。哎，老弟，你这说的是两码事儿，真的，你不能这么想。是我先喜欢上他的，是我先喜欢上他的。不说这个，咱们三兄弟齐心协力，不为别的，咱们好好的在这个绿野山区里面搞得叱咤风云。而且我都给你们两个人规划好了。你咋规划的？我呢，好好开我的矿。啊，你呢，收拾你的垃圾。小泉呢，就把他的茶园好好的搞好。你规划啥呢？本来不就这样事儿吗？你相当于没说呀，你这是。那可不一样啊！我跟你说啊，我是要重新的好好的规划一番。好，我们还重新好好的规划一番。哎，你咋想的呀？我心里苦啊。行了，喝酒吧。你喝完酒你就不苦了。来，喝一个，喝一个。喂，妈，怎么了？儿子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今天不回去了，我要跟我的好兄弟们一起喝酒。那可不行啊，你明天早上要接亲，你千万不能耽误了。你放心，明天一早呢，我带长香回去，给咱们家好好的摆上几桌酒席，让亲朋好友都吃得开心，喝得满意。喝得满意，啊！我不跟你说了，啊，挂了。哎哎，儿子，哎呀，这孩子！喂，你到哪儿了？我这不是洗车的吗？儿子说他不回来，今天晚上。什么？混账东西！明天就要结婚了，他干嘛晚上不回来啊？这姑娘今天晚上住咱们家了。也是。这么晚走也挺危险的。哎呀，那我回去住也不方便啊。这样吧，我去矿上住。你住矿上了？放心吧，明天一早我就回去啊，不会耽误事儿了。行，那我挂了啊。还
我迟到了。咱们兵分两路，长相你去我家帮忙，向小泉送去矿上取车。快点啊！走走走走走。别管我了，赶快去见你的新娘子吧，一起热闹热闹呗。我不去了，是不是好哥们儿？赶紧滚！文叔，你跑哪去了？谁都联系不上你，你忘了今天什么日子了？这大喜的日子，你怎么连衣服都不换呢？哦，昨天特殊情况没有回家。你自己解释去吧啊！二老先上车吧。怎么了？皱着个眉头。好像有点紧张，有点害怕，感觉像是他们说的那种婚前恐惧症。害怕什么呀？怕我呀？不是，说不出来什么感觉，就是有点想逃避。嗯，没关系，我能治。
巴吉人，怎么是你啊？女神经啊，你在我床上干什么呀？是你家呀、啊？不然呢？事儿啊，都怪我，都怪我！昨天晚上你爸一不小心一盆脏水把他的车和身上全都泼脏了，没办法，只好让他住这儿了。我跟他说到楼上去随便住，谁知道他怎么会跑到这个房间来了？听见了吧？是你爸泼了我一身水，你妈让我随便住，我才住这儿的。这么多房间，我随便推开一间，见没有人就进来了。你，好了好了，在我看来，这不是什么事儿。怎么不算事儿啊，文叔？他和他的狗睡了我们的新房，还糟蹋了我那么多衣服呢。是你啊！好了好了，彤彤，咱客人啊都到的差不多，该入席了。这位姑娘，你要是饿的话，也一块吃一口。我不吃，我换了衣服就走。兰阿姨，兰阿姨，小叶子，阿姨，邱总。投资人，死了！哎，你怎么开的车呀你？你大明星抢戏的，你等一下，我先把车倒明白了啊。车怎么着不着火了？帮忙，你干嘛呢？原地，你把那个车盖给我打开，我看看盖啊，前盖的按键，左刹右啊，不是不是，盖拿个起子给我，我给你起开啊，起子，对起子，好像有起子，这不是方梦初的车吗？见老娘怎么样？你也来参加他的婚礼啊？什么婚礼？今天方梦初和文通结婚啊。啥？是我的人呢，那你不早说、啊！你也没问呢。走，跟我走，快，我带你走。快点！哎，花子，你怎么才到这儿啊？我一晚上就看过来了。回头再说，我先看你的车，你们都上来。快快，你们都上来了，我要去结婚了。啊！快上车。各位诸位，我说两句啊，非常感谢老钱、老赵、老王，还有咱们全村的老少爷们们。今天呢是我儿子方梦初的大喜之日，按理说呢，我应该好好给你们摆上几桌，让你们喝好吃好。可是啊，门老大人说不能大操大办，所以啊，我只好请我儿子的好朋友长啸给大家做点东北菜，欢迎他，这才是真正大厨子啊。虽然呢菜不多，但是呢我还是希望大家吃好喝好，好不好？好。
那接下来呢，就请我的亲家公文老大人讲几句话，大家欢迎。大家好，这老方每回称呼我文老大人的时候，其实他的内心啊，对我是有意见的。不过今天呢，我也能够理解，我们两家都是独生子女，喜结连理呢，就在这个院子里面，简单的摆了几桌，是有点寒酸。两个孩子今后的幸福生活，那才是最重要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做家长的，还有你们这些做长辈的、做朋友的，能来捧场，送上一份祝福，这就足够了。我谢谢大家的理解。来，我敬大家一杯。来来来，都端起来。好，感谢和欢迎大家的到来。来，干了。谢谢啊！新婚快乐！叔叔阿姨，新婚快乐！哎呦，好小燕子，好小燕子，好乖呀！来，孩子，乖，谢谢，谢谢。这么说，谢谢吧，恭喜你啊，谢谢。来，文涛，彭大书记啊，哎，说，哎，我儿子，我们俩就别碰了吧。你确定你在跟方梦初谈恋爱？当然啦，他都把我。哎，嘿嘿，你跟文童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？你能搞定方梦初，文童早晚都是我的。乡下人真乱，城里人才乱。哎呀，行了，你们俩别乱来乱去的了，烦死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过得比谁都好，你有什么好烦的呀？就是。两位，人家大喜的日子，我带着你俩过去乱搅和，万一给人搅和黄了。这我不成罪人了吗？你放心啊，我没你这车，我爬我要爬过去的。不用爬，我有摩托，可比他这车快多了。我看，那我就放心。欢子，你怎么突然过来了？哎呀，跟你们俩没关系。哎，你就是刘欢吧？你好，我是钱小泉。哦。嘿，你快点。已经很快了。什么呢？明明在墙上，好不好？你简直就是渣男！渣男！垃圾人！垃圾人！禽兽！禽兽啊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，秋风？你能不能别掺和？彤彤，跟我回家去。文叔。
听我解释，文涛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文涛，老妖，我上辈子是不是欠的你要这么高啊？前世冤家今世还，王八蛋！邱总，你坐这干什么呀？你案子断完了？这事我还没说你呢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跑人家家里干什么？这明明就是一桩喜事，被你这一闹，闹得鸡飞狗跳的，像样吗？那垃圾人他就不配有老婆。再说了，我那是在根治污染源，要不然我怎么见我的林间小屋啊？什么小屋啊？绿野仙都。绿野仙都？嗯。行，那你赶紧上车吧，咱们回文化站聊聊绿野仙都的事儿。哎，你去给我找根棍儿。找棍儿干什么？我脚崴了。你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把脚崴了呢？严不严重啊？挺疼的。行行行，来来来，我背你。我不要你背。爱背不背？你回来。你过来。你说。我扶着你。你怎么就那么事儿？来来来来来。哎呀！这狗怎么办呀？上车呀！走了，丢丢。坚持留在这个城市，即便成为你的影子，我用力的奔跑，背影越来越小，含着眼泪却带着微笑，时间重复着昨日的忧伤，让我不停的坚强又不停的迷惘，站在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地方，我是否应该留下来，还是独自离开？我们一起回到那梦想的地方，就像过去的我们有无限的力量，穿过黑夜飞到那灿烂的故乡，希望在明天一起翱翔，我一再的隐藏。
上，无法忘记你的模样。我厌倦了伪装，所以有些疯狂，就算还有一点的希望。一天又一年，一年又一年，无奈所有的失败，所有的悲哀，走开。我们一起回到那梦想的地方，就像过去的我们有无限的力量，穿过黑夜飞到那灿烂的故乡，希望在明天，前程在远方，一起翱翔。隐藏记忆中的忧伤，无法忘记你的